恩人，我想送您个礼物，实在没什么可挑的。我在你眼里就长这个模样啊？不是，您比他帅多了。小兔崽子，终于让你给支棱起来了啊！没白折腾。我告诉你啊，周虎的日子在后边。啊？哎哎哎！怎么着？还比划两下啊？ 那不是苦，是甜。臭小子，其他人都看了吗？看了，老郭、小天、阿散、小龙他们都看了。合适啊！合适啊！连长，你去看了吗？见完你我就去啊！快去啊！连长也要走了。